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洛翰林寺观光手册上的导览地图是1:3万，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1公分代表300公尺，哦，就1:3万嘛，哦，啊，这是3万公分的话等于300公尺嘛，那一公分代表什么呢？300公尺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现在的话哈，恩宾良德球场在导览地图上的面积哈，面积啊，哦，这地图上的面积是1.2平方公分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长度比嘛？长度比的话是1:3呢，这个是啊，1:3那个就1公分嘛，1公分哈，比上多少呢？比上300公尺。我就1公分代表300公尺嘛，那给它平方的话，就1平方公分代表多少？代表3万嘛。哎，没有3×3=9，平方嘛，平方是3×3=9。9万呢平方公尺，1公分代表呢9万平方公尺，所以说大约等于多少？大约就是1.2哈，乘以多少？乘以9万嘛。乘以10的4次方，啊，这平方呢，公尺，啊，这是1.2×9，主要是10.8×10的4次方平方公尺，那你把它写成科学记号的话，就1.08×10的5次方平方公尺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